吧。好嘞。你买吗？买爱买水。我八十八年嫁来的，我跟我老公先看到，感觉这个还可以，瘦瘦高高的，蛮帅的。可是现在不一样。生意当做没当活啊，姑娘想做啊，你让人退休啊，帮忙做一点啊。宴客当天，我妈妈才看到我老公。我到台湾，我才打电话回去，我说妈，我已经到台湾了，他已经崩溃了，你知道吗 ？Hello， 你好，阿姐。老公，叫咩咧？咩？Yeah.